是刚刚列车上的109呢，109年9月20号，台北站台北站，109年9月20号台北站台北站，16:30出发，就是2213次中三线客运嘉义的 ENU 520加509区间车，站台站里面。是183次交延线跟湖口的1509加502圈车，在台北站停靠。我们双片可把它站名都丢不到几万片，超级感动了啦！我的183次交延线跟湖口到1509加502圈车在台北站终于停靠。再等一下，三个月才上。183次交延线跟湖口的1509加1502全车在台北站关闭厦门，先到了，拜拜。183次交延线跟湖口的1509加1502圈车终于在台北站驶离了。加油，拜拜。